主料丝瓜200克，豆瓣70克，蛋一个，辅料葱末盐 1.2 克，鸡精一克，麻油10毫升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丝瓜、豆瓣洗净，蛋、葱末、丝瓜刨皮，洗净切滚刀块，蛋壳入碗中打匀，锅内翻入豆瓣、烧菜，用调羹滤去白泡沫，中小火烧2分钟，放入丝瓜，烧煮半分钟，放入盐，大火烧开，放入打匀蛋、鸡精，撒入葱花，即可出锅，淋上麻油，上桌。烹饪技巧：豆瓣烧开，要滤去白泡沫，这样汤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